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大家有点太上纲上线了呢？就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哦，它是根据这个电影的内容的需要，然后呢，放一些歌曲哦。然后你要是在《红楼梦》过程中呢，你根据那个剧情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曲，难道你能说那些主题曲都是宣扬了压迫女性吗？不能吧？如果它是一个主题曲的话，你首先得看过那个电影的内容哦，它电影内容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主题曲哦？然后呢，这个主题曲放在那个电影里面合不合适哦？放在这个人物哦的塑造中合不合适哦？你们脱离了这个前提哦，把局部拿出来讨论哦，搞得好像局部可以大于全体哦，这种在逻辑上是基本上不成立的。在里面发挥各种的微文大义然后再来搞一，然后把它批倒搞臭，这个跟断章取义有什么区别呢？不合适啊！你要是按照现代人看法那确实里面确实有点歧视直男癌女权主义啊。但是他妈的，你万一人家表现的只是那个电影里面男性主人公的心灵世界呢？